呢一張作品咧喺創作嘅時候咧就已經係三幅作為一個組合，作為一個單一嘅作品。咁所以係朱德群先生八十年代最脍炙人口嘅雪景系列入邊咧非常難得嘅一幅。咁喺朱德群先生嘅拍賣嘅記錄上面咧，呢張係唯一一張，亦都係首度曝光，可以話係朱德群最重要嘅一張頂級巨作。佢而家嘅股價咧係8000万到1亿2000万港元。朱德群咧喺《盛世雪》入面咧，佢表現咗佢喺1985年嘅時候途經瑞士雪山嘅自然風光嘅時候體驗到嘅一種靈感。咁喺佢嘅靈感來源入面咧，第一首先就係被西方歐洲佢嘅人生嘅第二故鄉嘅自然風光所吸引啦。呢個相信係一個靈感來源上面嘅一個西方性。咁但係當佢表現雪嘅感受嘅時候咧，佢好自然咁樣引用咗東方嘅水墨。亦都係喺佢作品上面呈現白色呢一種雪嘅自然景色嘅時候咧，一種反襯嘅一個最強烈嘅一個色彩，所以可以話朱德群嘅《盛世雪》入邊咧，可以體現到東西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一種非常之千變萬化、千絲萬縷嘅一種深度結合。快來訂閱通識，按旁邊小鈴鐺給我們點讚和分享哦！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